Hello， 亲爱的 mini 小伙伴，今天我们来继续挑战钻石大陆。我的牧场已经完成了，看这金黄的小麦，绿绿的土豆，看着就想吃呢。就是这野人也太扫兴了吧，动不动就糖吃野人。好的啦，现在又重新种满了植物。树食是有了，可今天没有肉啊。难怪作者让我们建农场牧场，祭祀周全都是坚定钻石。自从找到了神钻稿，削铁如泥。姐姐，你建农场就建农场，炫耀，这么使劲的炫耀你的神稿？没有没有啦，我这不就是说说而已嘛。马上来啦，看到这一片崭新的大陆没？我将要在这里制造一片森林。森林？说好的牧场呢？哎呦，别急嘛，没有森林，这动物就住得不舒服，住得不舒服，这肉质就不肥美。怎么，小玉涵现在要来造森林了。从这里开始，一个土块每隔六格再放一个土块。姐姐，你这样是浪费土地资源。才没有啦，四格的区间树木都紧挨在一起，一点都不美观。每隔六格种的树木，待会你就会知道啦。完蛋了，我的土块这么快就用完了，这里一共就只能种植16棵树木，不够不够，我要种的可是大森林。可恶的沙漠老爷爷，我来了，又来给你送信息了。表面标着卖空调，实则是在卖土地，只能够购买30块，省着点省着点，20差不多了。哼，这可恶的老爷爷。老爷爷你好。老爷爷再见啊，不，再也不见了。这里怎么会独立一株桃木啊？这桃树也太孤单了吧，我要把你一起带回大森林，继续扩展我的大森林。看来这面积不够，这是最后一排了。好啦，这就是我要的种植树木的主要位置了，开始在中间挖坑。姐姐，你真狠毒，还挖坑害动物。我才没有啦，我这是为了让动物到处都有水可以喝，还能够给树木保湿。好啦，这么多坑来回跑多累啊，在树木附近也来个无限水池，来多一桶铁桶，再打上两桶水，就在这里建一个无限蓄水池。噔噔噔，全部建造完毕啦。哎，你们这些臭野人又在我的麦田撒野，我睡一觉，哼，天亮啦！看你这野人还敢猖狂，肚子好饿，今天又要吃干粮。很快我的超级牧场就会完工了，地地球上所有的树木准备完毕，七彩森林我来了。从中间开始，依次放上各种树木。好吧，满眼新的树无法使用，最后只能够用桃树来代替了。四周再围满桃树。没错了，这就是我的钻石大陆森林地。开始给它们施肥，一棵棵树茁壮成长。这片森林3天成果，现在需要用木围栏将它们封上，以防可爱的动物遭受袭击。很快，我的森林就全部扩建完毕了，就差引进各种动物啦。那么美丽的森林，土地全都由金刚钻打造，这进去啊就更加厉害了。找了半天，可算是找到一头小牦牛。来来来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。一头小牦牛是无法繁殖生长的，为了完成成就，山羊生物蛋、牦牛生物蛋还有小鸡生物蛋通通来一份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你们就不孤单了，在这里啊要相亲相爱哦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又饿了？我才没有呢，刚吃饱怎么会饿呢？一定是这山羊牦牛饿了，赶紧给你们吃小麦，雨露均沾，小鸡也不能饿着，给你们来一份御寒牌的鸡饲料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我的第四大成就任务也完成了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姐姐，怎么又美好了？因为呀，我看到了兔子窝，没错，就是这里，我却遗漏了，可算是找到宝箱。这作者礼包两份，里面则是地图神器，嘿嘿，只有图吗？不存在的。爬上二楼，看这是什么？12种 NC 神器，全都在上面的宝箱里。一个神器的马里奥包出现了，只要打开，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神器都能拥有。小伙伴，你说应该打开这个背包，清理 MC 钻石大陆吗？